噔噔噔噔，果然有效的修护手足霜。很多人的脚底一定都会有茧，你有吧？来，袜子脱下来。请他用了5天之后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整个脚非常的滑顺？会很油吗？不油，完全不油，敢让你擦在脚底的就不会油。那它里面呢有一个尿素的成分在里面，是通常都是在医疗用的，化疗或者是因为生病的关系，他们的肌肤有一些皲裂的，他们才会用到这种医疗级的尿素。但是我们的添加的比例是化妆品等级的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的。如果你是喜欢穿拖鞋、穿凉鞋的人，请大家一定要擦这一款。不需要让你去脚皮，脚皮其实是会越去越厚的。来跟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哦，它的质地是这样子。然后很多人很担心，因为它是在擦脚底板，你会怕闷厚，怕它不容易吸收。它不会，它非常的好吸收。所以你在擦的时候，你就边帮自己脚底按摩那个1分钟也可以啊。然后你只要把它擦上去之后，就不用再管它了。每一天晚上就只要做这个动作。我刚刚那个朋友，他就是用了5天之后，他的整个脚底的白色的皲裂纹啊，那些通通都不见了。真的不见了。对，如果你是平常的不太在保养自己的脚底的人，你一定要用这一款商品，可以帮助你去角质，达到保湿。